看过跑男的都知道陈赫自认天才，反应速度 No.1， 但看了这一段陈赫妈妈上节目的视频才知道，原来赫宝宝吐槽搞笑急转弯的功力全是遗传自妈妈的。我们家那个给他吃的是这么大的碗，吃完了他说还有吗？对，关于能吃这方面差不多可以。所以反正他都是吃了上顿问下顿。妈妈，中午吃完了，晚上吃什么？他是吃货吗？吃货。你吃少了。明明我们吃货是夸奖的，他从小就吃货。啥样的呀？他因为一生出来，人家说嘴大吃四方嘛。他一生出来，那医生一接过去，他就嘴巴很大。那个医生就说：“嘴巴很大。”哎呀，这个嘴巴那么大。那个另外一个说：“哎呀，男孩子嘛，没关系。”我就知道是男的了。有这样开朗机智的妈妈，难怪陈赫如今双商爆表了。